如果你要谈那个年代的话，还真不知道谁影响谁。西方的思潮其实就跟我们上一次的这个中国这个研究院就谈到的，就是在五四的时候，中国所期待的是一个科学民主，一直到今天，这个德先生、赛先生啊，那始终是中国人最深刻的记忆。那么从肖先生，我接下来就想请教一下这个宋永毅先生啊，就是这个刚才几位都谈到的，就是在过了五十年之后，大家回过头去看一看，这个时候我们到底做的是对的，或是错的，或者我们有没有其他的选择？想到了说，在法国啊，这个对这个五月风暴，从今年元月开始，陆续的有各样的讨论，光是出版的书籍啊，已经有151种了。那么，在中国的这个宋永毅先生，您一直收集各样的这个资料，有没有类似的这样大规模的反思？对于文革，宋先生。对于文革的反思呢，我觉得现在已经超越了一个国度啊，也就是说这个它不仅仅是在中国发生。那么你比如说刚才你说到对文革的反思，而且由对文革的反思继续寻找就适合于中国这条道路的思潮，那个我觉得刚才肖立强先生说的很好，就是恐怕这个人权状态最好，这个言论自由最好那个时期呢，大概就是粉碎四人帮以后，也就是说1976年以后，一直到89，就是这个天安门事件发生之前那一段，尤其是前面那一段，那个很简单了，你想想看，那个胡耀邦、赵紫阳主政。那个华国锋呢，当时也是主张要平反冤错假案的。你天天报纸上在给人家平反啊，从来大标题都是平反，那个都是弘扬人权嘛，弘扬人权，解放思想嘛。所以那个阶段呢，大概是改革开放30-40年以来啊，人权状态、言论自由最好的阶段。那个时候胡斌先生有一篇很有名的论文嘛，我们当时在七七级大学生都看了，就叫论言论自由啊，这个恐怕现在为止还是胡斌先生的成名作，或者说一辈子人家记住你的作品。那么我刚才讲到了，就是说这个对于文革的反思啊，我刚才说就是说已经走向世界，因为这个文革这样一个政治运动，这样一个人类历史上，我们恐怕从今天的眼光还不仅仅把它看成是中共党内的斗争，中国所发生的恐怕也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个人道灾难。那么如果说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应当说整个世界，那比如说我举个例子说，从文革的发生到今天为止，有关文革的英文著作或者说日文等等的著作，你如果说在美国最大的数据库图书的数据库检索一下的话，大概有近2000本之多。每年美国仅美国那个博士论文论结文革的总有，据我所知，因为现在因为我编了那个文革数据库，那么经常那些大学生啊，或者说那些博士研究生啊，他们用我的数据库常常和我进行一些讨论啊等等，大概都有5-10篇博士论文。那你想想看，文革已经过去50多年了，还维持这样一个趋势，而且英文的著作呢，每年根据我的统计呢，
大概有十本左右，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反思啊还是在继续进行的。但是你说就是说像法国这样的反复的思考，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发生在西方的五月风暴，那这个文革的事情呢，它毕竟是发生在中国的，那么有这样的一些频率啊，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已经很不错了，这个大概是我所了解的一些情况啊。是的，好，谢谢宋永玉教授。那个刘孟玄先生要对。我觉得的话呢，就是说所谓的文革的这个，就是我讲是原先是一种空想的乌托邦嘛，然后在实际上的执行的时候都发生很大的灾难，对不对？可是就是胡平讲，就是说你不能让人不想，好像就是说现在的西方的资本这个社会，就是像福山在那个时候，在1989年啦、91年苏联苏东坡情况底下，他就认为没有问题，是历史已经终结了。现在显然经过25年、30年的看来，显然不是终结的状态。而人呢，而且呢，因为这个技术的革命更加快速，所造成的影响，马克思当年写《共产党宣言》的时候，西方社会这个民主或者是自由或者是这个市场经济已经还是主流，而且是不受这个地位受，马克思只是寄生于这个，这一点呢我觉得还值得怀疑，这不能够就这么下定论、哎、是因为历史上出现很多很多大的这个思潮，我就举一个这个思潮来讲，就比如说我们知道在美国或者法国好了，1968年的这个大的这个文化上的变动好了，是并不是都是负面的，没有发生这个没有发生这个我像柬埔寨啊什么之类这一类的大，而且呢没有造成政权的垮台了什么，而反而造成了各种就是说 empowerment， 就是说把自己的个性把自己的力量展现出来。我们现在去年到今年呢，最大的一个革命啊，叫 Me Too。这个 Me Too 啊，就是1968年那个时候风起云涌，在法国说要性解放了，对不对？在美国也是这样。那嬉皮运动当然有更早一点的原因。不过 anyway， 就是说这个 Me Too 运动现在在美国来讲，唯一不被 Me Too 运动打倒的，只有我们的 Trump。就是说其他的这个只要你有人这么出来一检举你有这个，马上几乎就第二天就完蛋了，对不对？不管你原来多厉害。那么这个是不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很奇特的现象？今年的我认为啊，就是从现在我们照看东方跟西方的这个啊，很可能今年的美国国会的选举啊，女性会大举入国会，而这个大举入国会的这个直接的后果呢，就是 Trump 可能明年就会被因为这个性骚扰的事情被弹劾的这个力量。所以这个我讲的是什么呢？就是50年现在中国这么高举马克思，千年不是要圣君了，千年思想家好了啊。可是你这个社会像刚才胡平讲的，就是说他里头很多当初左派学生都变成了保守派，可是也有很多人继续坚持这个批判的左派，批判左派也很有势力，尤其在2008年之后，这个势力这个越来越强。所以我的感觉就是说，你这个世界的变化，尤其现在我觉得中国呢是跟那个时候的空想的乌托邦造成了这个大跃进死亡，造成了文化大革命的把国民经济崩溃，现在的这个中国呢实际上是温饱已经变成世界第二强国了，温饱已经基本上解决了，而这个时候发生的这个大的数据的这种变化，中国要抢在这个上头跟美国斗争，对不对？这个 ZTE 啊什么什么的，你各位如果不知道那个互联网就是 Internet 什么时候发明的，你知道吧？
1969年，这么早？哎，就是第一个实现这个、嗯、这个让这是在国防部底下搞出来的，美国国防部底下，在 MIT 啊什么的搞出来，同时在俄国也发现了同样的，也出来了，都是在那个时候、嗯、啊。可是俄国呢，发现这个东西对这个社会的冲击力太大，他就不准研究了，他就不准发展。美国的话呢，就发展出来。各位知道有一个这个美国的副总统叫格尔，对不对？戈尔是啊，戈尔就自己宣称，他那个时候是在哈佛念大学士，念哈佛的这个，他说 ，Internet 是我发明的，这变成一个笑话。可是确实啊 ，Internet 是在那个时候发明。你看，从1969年开始发明，那是很小范围啊，可是已经知道它的这个冲击力多大。到了现在这个 Internet 的世界，数据的世界都是这么出来的。所以世界的这个变化的想象力啊，是我们不能想象的。而什么自由民主啊，或者是自由市场经济啊，这一套东西是不是在这个冲突底下能够维持原来的，我们也不敢想象。所以这个是文化大革命的这种交错的影响，是很就是生产力的变化是我们不能够掌握，也不跟想象，而生产关系的变化也是我们不，可是这个关系跟这个力是马克思首先提出来的。是，好的，这个习近平当然要说马克思是这个千年的思想家。我如果这个写一个博士论文啊，是这个讲这个胡平先生的思想，那我当然也要把他提到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那这个，但我真的是要很认真的要请教胡平先生，就是您当时写这个论言论自由啊，那么这个50年过去了，我们回头想一想啊，中国有没有因为文化大革命而使得这个个人自由也好，或者言论自由也好能够提升，或者是西方的在50年前这个风暴对于个人的自由或者也好，言论自由也好，它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和变化呢？吴平先生。在中国本来在文革结束之后，应该是出现了，刚才宋永先生刚才那个都提到，这个可以说共产党这个掌权以来，思想言论最为开放的这么一个时期，那么这个时期当然到八九民运就是达到高峰，可惜是八九民运功亏一篑，后来失败，否则的话，我觉得那么中国早就已经实现言论自由了，因为在这个方面，这个中国人的那个切肤之痛是个最深。你要文革遭受迫害的人数那么多，而他们遭受迫害的理由基本上主要都是因为都是因为言论，以至于到了后来，包括很多共产党的领导人自己都认为这个都比较这个倾向于赞成这个言论自由，所以当然是个非常好的一个形式，就可惜这个事情被中断。那么到现在呢，当然事情就变得非常这个变得非常复杂，因为共产党他也非常清，现在的共产党也非常清楚。他对整个社会的控制就是基于对，说到底还是基于对言论的控制之上，因此在这一点上他始终不敢放手。另外呢，整个社会上呢，由于这个八九民运的失败，缺少这种进行正面抗争的这种集体抗争的这种勇气啊，所以这个将近30年了，你看在中国就再没有出现过在80年代频频发生的那种成规模的这个要求自由民主群众运动。这么一来呢，你来自民间的压力就非常有限，而上层呢又由于就是，因为64这个包袱以及后来全部被私有化所造成的结果，使得上层对于要出现所谓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出现赵紫阳、胡耀邦式的人物就格外警惕，所以上层出现这种很开明的人物主掌这个大局的这个机遇也比原来更少，所以现在中国就在这个问题上，就是尽管国人在对言论自由的很多体认方面，那是比80年代那不用说的文化革命就要更为深刻，更为另外通过互联网这样一个很好的基础，但是要过这个关，要突破这一点，现在来说，我想还是有相当大的难度。是，好的，谢谢胡平先生。我们的时间呢已经这个剩下不多了，我们是不是请这个肖立强先生啊，您今天回过头去看
五十年前的中国，五十年前的法国，还有其他的国家，包含社会主义国家，所经历的风暴，您怎么样？可以给我们做一点这个，用三分钟时间给我们做一点总结好吗？好，我想谈一谈，就是文革，甭管是西方影响中国，还是中国影响西方，那么历史发展到今天，刚才我讲到历史是有延续性的，虽然它有偏离，但是又有趋同的趋向。那么文革结束以后，中国出现一个小阳春，就是从文革结束到89年，那么他的讲的异化人性那些思想虽然被否定掉了，大家想一想，刚才胡轩先生反复讲到习近平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那么对习近平这个行为国外反响很大，其实在国内影响也很大。左右两派，我有200多个群，我一般保持在中派1/3，右派1/3，左派1/3。那么在这些里，我主要收集他们的反应。那么从右派群看，对于习近平，就认为习近平的高调这个纪念马克思是重走毛泽东的道路，是复旧。而左派则认为，毛就像那个和平先生说的，习近平的政治报告，就这个纪念会上的发言，他讲的很长，一不提毛泽东，不提邓小平，在他的马克思名下，毛泽东跟邓小平都不见了，所以在左派引起重大的反响，骂习近平的什么话都有。在微信群里，中国还是比较言论自由的，这我就不敢说。我谈谈我对习近平这个纪念200周年，简单说啊，他的意义。那么，习近平知道他的父亲习仲勋，在实际上89运动自由化思，就是89年以前到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习仲勋也是整肃的对象，他被靠边站了。那么，习近平在中国来说，父承子业，这个我想他不会有问题。那么，习近平现在的集权。我那次孟贤先生知道我们在泰国开会的时候，曼谷会议的时候，就正好赶上习近平感谢，对吧？就是说集权这个问题，习近平也表态我不会终身制，但是集权不见得就是坏事。对于中国，我们在中国生活，就是胡锦涛那个九龙治水的那个年代，对中国人坑了什么环境危机、食品危机、上学危机、住房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都是在九龙治水年代起来的。那么习近平上台以后，对这些东西确实有所遏制。就我住的天津，那么蓝天白云，现在我大概有1/3的时间能看到星星了。晚上可以说在以前，我整天生活在雾霾当中，晚上出孩子长到16岁，我就没给他找到过星星的天。那么习近平新的暗中治理的好多事儿，我就不多讲，但是重点说一下习近平这个200周年的报告。所以左派右派之所以反应那么强烈，实际上习近平我觉得他对这个政治理论的研究未必比他的谋士是谁呢？王沪宁。王沪宁在04年有一部著作叫做政治的逻辑，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原理。王沪宁这个人，左派是左派攻击的重点对象，老粉们对王沪宁没有好印象，但是仔细研读了王沪宁的书以后，我们知道王沪宁确确实实大量的引用了西方各种流派对马克思的思想的影响，他大量的引用，而且他谈的马克思的国政治学，实际上讲的国家学说，实际上确实他起码有一个观点我是赞赏，因为在文革结束以后，那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除了人道主义异化理论受到批判，其实重要一个就是苏绍治和余光远他们坚持一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当时余光远介绍我发展的《光明报》发表文，他题目就是讲到中国的社会性，就说中国从来没有进入过社会主义，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那么中国进入的是斯大林的模式。王沪宁恰恰在这本政治学的逻辑里讲的是引用马克思的原话的证明了这个道理。但是王沪宁和余光远有一个同样的问题，他们讲到没进入马克思主义，他认为中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但是还不是马克思那社会主义。这个东西我就不想多说了，
这次王习近平的讲话，大家要注意一个问题，左派右派对，我觉得对习近平的分析都是错误。为什么呢？习近平虽然用的马克思主义这个词，但是我简单的说，他有老生常谈那么长不说，他其中有几项都是西方民主社会主义提出的那观点，比如说早期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他强调，他引用直接引用马克思这句话，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社会，是社会发展的基本条件，无产阶级专政是绝不是简单掌握国家，想就着国家继续实行镇压，同时还讲到了人们要享受青山绿水的平等共护，也就是说自由民主平等在他这里体现出来了，恰恰他对邓小平毛泽东那套没有那么讲。我简单说一下，希望大家不要错估了习近平。那么集权不见得，就刚才讲的拿破仑也集权，克伦威尔也集权，对不对？我们觉得戴高乐也是集权。那么法国的民主运动就是反对戴高乐那王权式的中央集权制度，那么他们的集权都不失为是资产阶级革命家，谁也没否定他们，对吧？所以集权看观念，看习近平用这权力是干什么，这才是关键。好，我简单说了。好的，谢谢肖立强先生。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这个中国研究院的讨论到此必须告一段落。